吴昕和潘玮柏的无尾熊组合现不出和郑恺的新恋情。近日有八卦媒体在北京偶遇了吴昕深夜与一白衣男子同回家，几天后两人又现身看话剧，同行的还有吴昕表弟。最后吴昕和表弟到达机场准备飞离北京，白衣男子在车中从副驾换到驾驶座将车开走。吴昕和潘玮柏早在江苏卫视的一档综艺《我们结婚吧》节目里扮演了一对恋人，现在吴昕已经曝出和郑恺的恋情，吴尾熊夫妇的 CP 流言已经不攻自破了。吴昕和郑恺已经认识很久了，两人一同合作过三档节目，且相处得十分愉快。其实吴昕的鼻头是有点大的，鼻头宽度一般为10毫米到20毫米，超过这个范围的就算是大鼻头了，寇医生建议做个鼻头缩小术。